今天中午吃这个蒜蓉小龙虾，第一次吃蒜蓉口味的，以前都吃麻辣的，这个量应该不多。这样子的，这个可能，哦，这边也是可以，还好，我的锅子不知道能不能放得下，感觉还不错。哇，有点不好拆、欸。拆不开，娘喂，那这么拆，看起来是不错啊，要把它放在这边来加热。这个应该是吃不饱啊，吃卡的，吃卡无吃饱。不过看起来这个虾子蛮漂亮的，没有什么黑黑的啊什么的，所以它不叫清洗。哦，蛮多的呢。那上面是写建议用炒的，但没锅子啊，没办法炒啊。用加热的好了，刚滚了，等一下充分加热。它这个有写要充分加热，哦，这蒜头有够多的，全部都是蒜，这个很浓哦，这个整碗汤都是蒜头，这样呢，哦。看起来就爽啊！那滚了，让它滚个三五分钟，哦，这汤都变乳白色了。滚个三五分钟再来吃啊！哦，这虾子真的很好看哦，红叽叽。滚个三五分钟再来吃，好了，把虾子拿起来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三。哦，蛮多的呢，八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二十三只哦，哇塞，看起来蛮多的，啊，开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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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刚准备要开吃的时候啊。从脚边都跑出一条蛇来了，画起来，小蛇在那里有没有看到？在这边呢，它在这边，我打赤脚踩下去，它从那慢慢缩。这不知道是什么蛇哎，靠腰哎，我觉得它好像是龟壳花了，是不是啊？它有。好像三角形的头哎，它那个身体上的纹路，是不是啊？身体上那个纹路是什么蛇啊？是不是有毒啊？
看它这个纹路，哦，还是不要给归给管，不要理它。但是不行呢，等下它又锁起来怎么办？应该下去好了。哎呦，你莫个锁起来了啦！你个锁起来，我看你只我嘛，把你打掉。它又跑起来了，应该不是龟壳花、啊，因为它的头好像还没有很三角，应该还没有很三角。是，但是我看身上的花纹，我有一点怕，它那个什么那个花纹。那花纹我好像没看过，不像是水蛇。你看，而且它会一挺起来，你知不？挺起来。应该是不要理它好了，好不好？算了，不要理它了。开始。人生就是吃吃吃啊，又要吃大只的。没什么肉，好吃，熬虾就是好吃啊。哎呦喂，它的肉有新鲜，知道？所以这样压下去 ，Great care， 加一点蒜头，我都不客气啊，好吃 ，QQ， 我都吃饱，这个鳞呢，大力说这样，从这尾巴这样。打对就好啊，应该来让揪出来吧。哎呦喂，这是地脚，这样加点蒜头，这个蒜蓉就没有麻辣的好吃。麻辣的比较好吃，因为没有吃过蒜蓉的，所以吃一下。但是它蒜蓉给的也是蛮多的，也 QQ， 整个都蒜头。但刚刚觉得蒜头。味道没有麻辣的那种丰富，就对。单手吃应该也可以吧？这样，先吸一下。最主要是它这个虾子都用很干净，我就觉得它弄得真清气啊，不会那个巴肚乌乌啊，什么有看起来就蛮不错的。这个应该可以用旁边吸一下，单手还是没办法吃啊。还是要剥一下，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这个应该还不算大只，我以前抓熬虾的时候，这个不算大只啊。这个
汤还是很烫的。哎呦，小郑哥，速看麦。可以的，干手就能吸干净了。可见这虾子很新鲜，只感觉一下就吃完了，应该可以吃个100只吧。不过它是吃假气氛的。我以前自己抓这个鳌虾来煮啊，我也会煮啊，这个我也会煮，只不过抓现在比较抓不到干净的，大部分都比较脏啊，所以我就不敢抓来煮啊。你看这个干干净净，这虾子啊，鳌虾哈，揪起来喔，揪起来才是活的，活的时候煮它才会卷起来。你看每只都是卷的，有没有？卷的，它如果你是直的话，那个就死掉的才煮的，有没有？每只都卷的，卷的，卷的才是活的下去煮的啦。这个最简单分辨。因为我自己煮过，我知道，如果你死掉再煮啊，那虾子是直直的，滴滴的，就被 Q 起来了。而且有新鲜的用素的，一素都起来就都有熟了，所以大概跟它上面说明书一样。滚5分钟就可以吃了。还不错。蛮爽的。一个人在溪边这样子也不错啊。天气也不错。吃饱。休息一下吧，看看下午要怎样。